每次喝酒的时候就来开箱，因为喝酒的机会很多，但开箱就在家就很懒，不想开箱，所以我以后如果没事有喝酒，我就要来开箱。好，今天这是我的门神，左右门神，到了。经过大概三个小时的摆放过，两次终于完成了啦。好，来一个，没在日本必去的 Disney Store 买的一些小东西，还是要买一些东西犒赏自己。这个是之前就很想买的一个。怪兽电锐公司的一个 Vava 写公司啊，哇 Vava 一个 Vava， 反正他就是他有出很多公主的系列啊，然后他们刚好全部特价，所以想说还是把心爱的阿布买回家呗。最喜欢的就是阿布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泡芙也很大的门，就是阿布本人，其实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只是。哦，什么？他拍照拍起来都很像菲佣，真的，对啊，还是自己光线不好，我不知道。反正阿布蛮可爱的，只是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有些阿布的刘海剪的不太油，我这次是有挑过的，要自己修。对，可能要自己修，这次还不错。去找设计师。然后主要是这个门吧，我觉得是为了这个门买的。这个门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门，这个门它可以开关，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蛮好拍照的一个场景。好，大概就这样。然后还有，我觉得这个可以买，就是安全帽，很空，就是自己也可以戴。然后我就全程戴着它录完了，灯还自带音效，还有小麦克，反正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是那个阿布画的毛怪跟他的。这个，你看到吗？个人觉得蛮可爱的。好，介绍太久了。刚买什么呢？买了一个阿奇茶杯，就是一个塑胶的 ，OK， 就是一个茶杯。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阿奇的茶杯，就为了两个八折。对，两个有八折。然后我买了四十几个，所以我等一下接下来会一直拿出阿奇的茶杯。OK， 好，接下来这个是。哦，因为满5000块有退税，那时候我想了很久，有点大，还是阿奇的茶杯哦，不是啊，这个是三眼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哦，年历，看我超爱买年历，万年历，雷懂吗？啊，还用胶带贴起来了。你知道日本人包装，日本人包装真的很搞笑。你买一个这么小东西，只要它一破，它会包这么大。干，还有胶带。啊，可以 open。好了，打开喽。好，这个其实就是那个皮克斯的球。跟弹头跟三眼他们在滑九泉洞五十五的感觉 OK 好抱歉再看一次五十五五五弹头弹头输了弹头喝、OK、真的是喝酒开箱耶开玩笑的啊不然再喝一口、欸、我都还没喝醉我就讲这么发疯对啊那以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啦日期的骰子啊他都收好，我就懒得猜了。你就记得他们是猜拳了，哦，是是，哦哦，好，弹头。Okay, 接下来是我们在一些好康商店买的可爱，就是各种小物，因为买太多了，所以饿死。OK， 我们散发出光芒的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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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哒哒，就是一个糖果罐。它就是可以放糖果，反正就可以放一些糖果，然后里面有一个三眼怪在里面，然后上面是比萨星球的 logo， 最爱的比萨星球，没啥，就这样，就是一个又大又定雷的糖果 G。接下来是，哦，这个是觉得蛮可爱的，是皮卡丘的一个小米鸟，哦。对，它就是磁铁，然后可以吸在，比如说冰箱还是门啊的上面，然后它尾巴可以拉起来，然
然后可以挂一些钥匙微博，真的是卖萌小物。下一个哦，这个我觉得是很屌，这个一定要认真介绍。我觉得就是出国一定要一个那种行李的背带，我之前去找找超久都找不到一个好的，然后这个是三眼的，超可爱，它可以直接这样放着。以外，它可以打开变成一个袋子，哎，就超赞的，就出国最需要这种可爱的袋子。这都没开箱哎，算了，回去再开好了，太多了。我买了一个这个水杯，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来日本了，什么挖沟都好可爱，就狂买。就是个塑胶杯，然后附赠吸管，有三个，觉得很可爱。继续介绍。就是杯子，是一个三眼的钢杯，这看不到，所以我就把它打开。好贵啊！就这个钢杯，就在店里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我上班应该可以泡咖啡呗。然后盖子很方便，就买了。接下来是这个三眼的火箭杯子，又是杯子，这个是什么？这是三箱。它的盖子。差点直接再开到破掉都有，就是我，就这个一个杯子，差点惨死，这个火箭的杯子，这种我就是买回家摆着，然后就是卖萌啊，就这样。这三眼做的，这样蛮可爱，而且有点立体，有没有？很 true。好，就是回家再让你们看看我的杯子收藏。好，下一个是。杯子没有啦，这个可能是像碗一般的杯子，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跟你讲，它在店头的展示就是这样，当当，就觉得哎、欸，感觉我吃泡面还是吃麦片的时候需要，太可爱了。下一个汤匙就是一套的啊，你知道假掰的人就是要一套。当当，就是一个汤匙，那个一满八十。我觉得它就是设计来泡面。真的，因为他们都只能一百五。先配剧了，我觉得蛮可爱的，而且又很便宜，又没多少钱，啊、不买对得起爸妈把我生下来。你看，在店里摆这样你不买，不行呗，对得起你爸妈把你生下来，这么可爱，继续，还是收好呗。哎呦，收不好。怎么这样啊？这是不是一次性的设计？再开一次就爆炸。好，接下来，大哥还是杯子吧？对啊，是杯子啊。答对了，还是杯子。这杯子我觉得很屌，它有三个花色，我本来想全买，但是真的很怕我的那个爆，我只选了两个我喜欢的，一个是巴斯的，一个是三眼的。啊，如果厂商看到觉得不错，你也可以把剩下那个花色寄给我，我帮你补拍一个。就是。这个杯子厉害的地方就是，当当，它有个假拉花的杯盖，那一边是巴斯，然后一边是 logo， 交换，一边是三眼，一边是 logo， 好，主要就是这个拉花啦，不觉得很假掰吗？就不用就是去那边点了一个，赶快拍，赶快拍，拉花要灭了，王美都很害怕，快点，你不要喝，先拍。但其实还，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哎。我觉得我拍照很快啊。而且那个什么，杯盖真的蛮方便的啊，里面是没什么图案的、啊，就是单纯被骗。讨厌、啊。有点累。好三八哦。接下来该不会还是杯子呗？答对了，还是杯子，就是水壶啦、啊，觉得很可爱，然后很便宜就买了，想说。对。不是啦。就是放在桌上也漂亮。哎呦。OK， 下一个。拿来插花哦。哎、欸，因为是三眼怪，所以我买三个，但是我只有两个。好，等一下，还是水。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我就不知道买那么多水壶干嘛，因为这个特价，然后又觉得蛮漂亮，它就是一个仿保特瓶，然后可以两种开的，就是这边可以开。
就假如我在无人岛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我没办法或信折不进去的时候，我可以把这里打开。嗯，希望我在无人岛的时候带它。有感，这是特价品。你什么时候会去无人岛？好，已经醉了。接下来该播还是杯子吧？好，没有，接下来还是盘子系列。这个盘子，就日本人就很爱吃咖喱，所以它就是一个咖喱的盆子。日本人爱吃咖喱。嗯，没关系，咖喱有这么多。哒哒。这时候老师音乐形象。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很可爱啊，他可以干嘛？当咖喱。应该是不。以为还没回国就破了。好，接下来是这个东西，这是我本身看到就想要，然后刚好看到我一个好姐妹想要，就帮她买一个要送她。反正我剪完我应该已经送她。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可爱，我不知道你没看过也没关系，我没看过也没有。对，它就是一个魔毯的盘子，又是盘子，我真是个盘子。就是你知道假白在上面放一些小物，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放一些什么瓦哥的，很可爱，好像有四个角。就想做这个的人也是很酷，就是一个护照套。虽然已经有一些护照套，但是看到一些可爱的，你就觉得该换了，要不然现在换一下好了。顺便换一下我的护照。好，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护照套，就是还有个假链带可以放一些小零钱之类的。那先来换杯，怎么用啊？还是有障碍。OK。快点。结果它不是护照套。真的。介绍错了是不是？没有啦，它应该是只有给你插半边的，就是它另一面是给你插卡。OK， 当当当当，来公布一下护照上的照片。噔噔噔噔，骗你的啦。为什么不要？留着吧。好，下一个，下一个是下面挖哥嘞。接下来有两个也是假掰小物，这个是你的啦，巴斯光年的那个牙刷架，是你的，或是笔筒之类的，反正就是就很喜欢第一集他被绑在栅栏上，可是我记得他是蛮恐慌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要做欢乐的图案，想被炸死呗。还有三眼，三眼呢就是一个持续滑九圈，哦，四都没有，因为他比六，所以他喝。这个可爱，所以就买了。这个是我个人想买的。这个是那个钥匙的，因为我钥匙很常不见，所以想说买一个很大的，再不见我真的也是谢天。蛮可爱的，就三眼的图案。好的，接下来是。啊、再介绍一个，这满额抽退所以在用的，就是这个是哦 ，outdoor 跟那个什么环总的小包包，大家都知道我是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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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之王，所以身为一个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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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之王，买一些小包包是合理的。好，不介绍了。接下来是一些欧米亚给时间，我在这边奉劝各位，出国没事就是把一些钱。买一些东西送的朋友，因为他们有一天会出国，好吗？就会不会忘记。好，这个是被一个使用火影忍者悠游卡的网美指定要的美人鱼，是也喜欢米奇的朋友，想说送他一些实用的小物的指甲剪。听说日本很多指甲剪都很狂，所以就买了。然后，哎，又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就是一个皮卡丘的汤匙跟汤匙。对，我想到我可以。这个就是你知道的，吃东西的时候假白用，一定要。对。好。接下来是一些欧米亚的时间，我介绍就是喜欢泡泡先生的朋友们，就是钥匙圈啊 ，OK 绷啊，筷子啊。想到了。大概这样吧。哦，刚忘记介绍这个是这个把手，这个的把手，其实它是那个怪兽电力公司那个
关门的那个的形状，蛮特别的。其他的我记得是只有提拔而已。好，我要继续收了。收了。好，接下来就是我日本两天吗？以上就是我日本两天的小购物之旅，希望我接下来可以买更多东西，更多开箱，建成一起。好，酒还没喝完，我们再买一支酒，下次继续。阿巴六。